其视频，我是你们的朋友大包。国足的整体实力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还是多多少少和世界级别的强队有差距，那么这一次拥有数名规划球员剑指杀进世界杯的新一代国足，现在的实力究竟如何呢？今日国内足球专业媒体体坛周报刊登了吴磊的专访。吴磊在采访时谈到中国与西班牙足球的差距，吴磊表示西班牙足球节奏快，对抗强，球员从小就接受这样的训练，中西基础差距较大。吴磊最后表示，继乙 B 联赛的第三级别打中超还是没问题的，这样的真相让不少球迷都无法接受。毕竟恒大曾经两次拿到亚冠冠军，上港每次都是亚冠八强，我们的俱乐部在亚洲也有一席之地。而此前足协高层还信誓旦旦宣布要把中超打造成世界第六大联赛，但实际上恒大和上港的成功只是表面的虚荣，其中外援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按道理来说，一个优秀的联赛必然对国家队成绩有所帮助，五大联赛背后的西班牙、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的国家队成绩都不错，而且联赛还要能够持续不断的输送人才，这方面代表是巴西联赛和阿根廷联赛。但是遗憾的是，中超在这两方面都做得不好。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拜拜。